江宜市大福兴宫月亮祖庙伫咧日前是首度来举办着抛绣球活动，有200名未婚的男女参加，其中有姐弟啊、兄弟啊，拢亲自上场，希望来争取着好姻缘，期待今年会当脱离单身，招着好姻缘，场面闹热，充满喜气。江宜市大福兴宫月亮祖庙为促进男女实现缘分，选伫初五首次举办抛绣球招幸福活动。民众报名相当踊跃，男女总计212人，求姻女性32人，男性180人。每一人拢希望借活动，伫新的一年会使脱离单身，寻求好姻缘。即马男女哦，大家拢唔知影要安怎去交男朋友、女朋友，啊，所以讲即个元老，元老讲元老婆，伊有甲阮注意，只是讲吼是来办一个。这种有意义的活动，希望借着这场的活动，和男女来踊跃参与，爱当促成吼，男女会当成家立业。大福兴宫主委表示，抛绣球是以前求姻缘的方式，如今是男女联谊的方式。还未结婚的男女无用工课，也爱积极寻求姻缘。李妙芳也赠送前来求姻缘的男女红线手链、粉红阿弟、接近桃花运，祝福还未结婚的男女在新的一年脱离单身，找到适合的另外一半。新闻台民间采访报道。